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收看毛毛哥解说。现在第三节比赛开始，周琦也是首发登场。周琦到低位要球，约翰逊防得很好，芒福德上篮给到底角，虽然三分没投进，那没关系，回过头来防守。场上现在各支球员防的都是很成功的，克里克完成抢断。克里克给到后卫，还是给球给到内线，手递手，芒福德分球，克里克抛投，好球，经典的一个 flex， 在内线的一个卷切。东南梦凤凰现在已经领先十分了。现在看周琦防守，周琦现在站在禁区，对手对周琦啊各方面还是限制的很严的，内线后卫没有注意啊，刚才应该是勒阿法的一个防守球员没有跟到位。周琦出来接应一下，周琦还是比较喜欢跑到外线去的。克里克上篮连拿四分，这球罚进，这球打进，还获得罚球。刚才单打这个内线21号约翰逊，你看麦卡伦那确实顶不住克里克啊，身体确实双方差距还是很大的。克里克现在站在罚线，克里克今年32岁了，比周琦大了6岁。周琦现在每场比赛大概有25分钟左右出场时间，他的队友像老大跟克里克基本上要打满38分钟啊，真的非常的难。周琦回来，你看周琦反到三分线外了，空间扩得非常的大，上线手递手，桑迪上篮成功被封盖掉，桑迪自己来了，那第二次出手打进。桑迪是阿德莱的三六人的主要得分手，桑迪身高也是接近两米啊，球队的一个小前锋。很多时候球队得分比较好的还是得去三号位啊，能够持球是上限会更高。周琦看看能不能拿到，克里克拿到了，给到周琦，漂亮，这个暴扣非常的轻松。东南梦凤凰现在拿57分，还是保持10分的领先。约翰逊给个挡拆绕出来，持球顶开周琦，好球，又成功防下来了。三打二，漂亮，这种三打二的机会一定要把握住啊。那看我们国家队很多球员三打二的时候基本上打不进，有时候需要周琦深的去抢那篮板，非常为难周琦。现在暂停回来，从前场就开始防守了。周琦站在罚线，现在周琦一大跟四小，桑迪再来个三分，第二记三分没投进。芒福德加速，克里克来个三分，打的还是比较简单一点的，就是挡拆之后的一个投篮，三连防。周琦犯规了，给到两次罚球。约翰逊还是有个人能力的，约翰逊现在是球队的一个主力中锋，他还是连续三个赛季 NBL 的最佳一阵球员，能够进入最佳一阵球员还是有原因的，他的内线技术会比较扎实一点，脚步也比较灵活。第一把没罚进啊，约翰逊
88年出生球员，今年已经34岁了。第二把罚进，现在还是赚一个退休钱啊，那基本上再打个两三年就退休了。周琦接球一下，周琦现在是单打赚年了，单打之年。先防守，先防下来，突破周琦。周琦防得很好，没有很好的出手空间，这个后卫啊确实挺难的。桑迪单挑周琦，篮下打进。周琦刚才如果压一下重心的话，就不会被他突破了。主要是桑迪他的三分威胁太大了，那迫使周琦改变了他的防守策略。周琦还是出来接球策应一下，周琦基本上做一个中轴点。周琦顺下，需要周琦啊在进攻端参与更大作用。后仰，可惜没能拿下。怎么打呢？周琦把球拍出来，芒福德给到周琦，周琦再来一个。现在周琦啊基本上举火烧天，把这个内线直接打出了自己成了自己的地区了。约翰逊麦卡伦被打，好球，芒福德顶开，再传到三分线外，走步了。芒福德这种球员啊，有些时候进攻 一顿突到深处之后就不知道怎么办。有些时候你处理球一定要先想好下一步，脑子还是要灵活一点的。刚才传给周琦这球还是比较清楚的。周琦现在状态真的超好，那这一节比赛我们也看到周琦很多次了，他的暴扣。还是一个三连防，现在周琦防守所托，我一会儿副也是防下桑迪。周琦顺下给到周琦，再来造成犯规。每次啊找周琦啊真的太难了，所托现在是菲律宾的国手，这个11号球员所托。你看面对周琦，周琦在上半场基本上打爆了索托啊，那在索托面前连续打进四个球。没能罚进，周琦还是刚才随手一抛了。很显然周琦现在还是脾气比较大，刚才这情绪被他引发起来了。两罚不进，这周琦，你看现场这小孩啊很兴奋。阿什利上场了，现在双高塔上场。我操！桑迪突破，面对周琦只能分球，好球，把握下篮板。反正周琦在场内线没什么敢打。这就是周琦在内心的一个统治力了。周琦篮下又打进，先提前犯规了。周琦在场上就是这么无解，有些时候周琦确实太强了。你看这种转身被防到底角之后还能出手，现在上了这后卫艾德纳姆，主教练还是让周琦在场。周琦这么打的话会超累。周琦看看能不能拼到，
索托摔倒了。索托接球，单打周琦，墙上被周琦干扰。索托他也是有脾气啊，有自己尊严的球员。周琦到内线，单打索托，放起索托的重心，拿下造成犯规。你看周琦这就是这么强大，第二节啊，基本上被周琦统治了。你看这个墙上成功造成犯规，周琦真的太无解了。索托现在确实很懊恼啊，有些时候你球员在场上一定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啊，你硬刚的话可能会更吃亏。周琦第一发罚进，本场周琦也是三次罚球三中一，现场还是很多干扰因素啊，希望周琦能够克服。两罚中一，手头保下了吗？周琦周琦包下篮板，周琦在场就是前场篮板包括后场篮板都非常比较稳定。失误了，麦卡伦来个双手暴扣，这球也是叫了一个暂停啊！你看拉拉队非常兴奋，